大家好，我是五仔。大家好，我是 OK 仔。好，这一节跟大家讲娱乐圈的三大官司。嗯，最大的那单肯定是 Mira 以外。是那讲一下那个近况，就是见到阿峰揽住阿毛的爸爸，他说对不住，我没办法再行前多一步救他。哇，真的听到心都痛。嗯，他女朋友，人家说他，就是那些报纸说他瘦到见骨，他说现在才是55日而已。阿毛在那个床的情况55日，他计算他，你只是望着天花板那个时刻，那个时数你计算有多少个钟，真的很痛苦，真的听到这些新闻。那么大家跟进 Mira 的事件。是，另外呢，另外一摊这摊官司不知道打不打得成，就讲话保持法律的追究嘛。那 TVB 反击的，他娱乐新闻台反击余丽清平，他说你以前是高调支持无上庄演出入侵地区酒吧的油麻地。你无上庄是什么意思，你知不知道？无上庄又是不是捞着条那些东西在那里噔噔噔噔，我看那些七八十年代那些呢，就是嘟嘟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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刘德华阿 Lago 啊，即系哦，系啊系啊，有嘅有嘅，佢咪九龙城寨啊嘛，唔系佢唔系九龙城寨啊，嗰套类似嗰啲戏都系喺嗰个位啊入边啊，佢嗰啲跳嗰啲舞咧，你见艳舞啊，嬲住一条咁啊，一条毛毛神神嗰啲嘢咁遮住心口两粒咁啊，就系玩嗰啲噶嘛。啊，佢嗰阵时以前竟然支持呢啲，而家就开口话 TVB 呢个好奇怪嘅，咁啊阵间大家讨论下呢个位嘅。另外仲讲阿怡丹官司犀利啊，请大家俾个 like 支持下。嗯啊，喂，我哋讲 TVB 之前，我哋讲下 ATV 阿怡先。阿怡咁有钱嘅，佢话亚视使，唔系阿怡使，亚视使啫。亚视使六位数请大律师去即系而家系诉讼。这个钱应该要亚视啊？点解要俾呢个钱咧？亚视唔系又执嘅咩？好多间公司嘅，好多间公司。喂，你值唔值得为阿怡去做呢个官司？我唔知佢系罚款定系咩啦。嗯，唔使监禁系嘛？佢喺个地度，佢又即嗱，当然啦。你话喂，你计个罪名咧，同你平时揸架可能系冇牌嘅无牌嘅车出街系一样嘅个罪名。咁但系你法官会唔会判到话嗰种咧？因为佢喺个路面人嚟搞 event 咁样啦，架电单车。不过呢样嘢好难讲嘅，有时候你知啦，即系佢阿姨啊嘛，系咯，系咪先？阿姨啊嘛，阿姨啊嘛，一阵可能有啲人，因为我唔清楚啦，佢哋点样去处理呢单 case。阿姨呢期犀利啊，着泳衣、着水着喺嗰啲，哇！我知啊，你唔使话啦，我有睇过啲相。哇！脚擘擘咁，系哇！个经理人着三点式出嚟，正到啊，系嘛？黐线嘅，真系好啦，喺大马嘅咁啊，玩呢啲咁嘅，咁咩话海胆啊？我姨露出海膽，阿姨冇剃格拉底毛，喂，嗰啲嘢啲報紙啊寫到好鬼死盡。咁而家話亞視咧用六位數字就幫佢打官司，咁我自己睇法就係話，你都係咁嘅啫。其實佢值，佢揾得翻呢個錢咯，你咪投資喺佢身上咯。係咪咁嘅意思啊？咁佢而家話下個月初面對係兩單官司，其實佢。如果他说去马来西亚发展他拿不到第二家园呢，没有良民证呢，因为要有良民证啊，去马来西亚的人问，我不准拿良民证，是不是去新加坡啊，不是去马来西亚，我全世界都去。以前封了关我留在香港，喂大佬，我以前都有机会离开的嘛。但是如果你有太多官司在身，你香港只是捞香港的话，即是好像阿姨你只是香港。捞嘅嘢有限啊嘛，马来西亚受欢迎。喂，如果你冇良民证，你分分钟入唔到境喎。你而家系有咁多官司，佢几条罪喎？佢系好似嗰啲，你睇佢案底累累咁样样，阿姨搞到咁样。但你讲呢个案底累累，即系难听啲咁讲，唔知以为好似人哋杀人放火，大家姐咁啊？系咯，即系两大声嘅姨姐。揸住两把老牛嗰啲咧，你谂下一个佢本身有普通袭击罪案底，系咁你普通嘅社会都有嘅，基本上呢啲系咯，违反口罩令两项控罪啊，有啦。咁啊，亚视花六位数字聘请大律师为阿怡咧就诉讼，阿怡表示唔担心，系嗰个人喺楼下跟住我啫嘛，喺佢嘅世界仍然系觉得冇问题噶。
但是你有喐手嘛，姐姐。系咯，你唔打佢，另外一个古仔，你咪揼，你又掂到佢啊嘛。嗯。咁啊，在旁经理人啊，林宝玉即刻打断佢，打断佢嘅说话。系。呢啲交俾律师处理。吓。暂时将空间同时间俾佢消化下。嗱，即系呢啲系公关啊。问到公司啊，可系有呢个咩？即可有为呢个终极判决做两手准备啊！咁佢经理人林宝玉又避重就轻，佢话公司会作出适当嘅安排，暂时以阿仪嘅健康心理质素行先。佢话如果佢觉得 OK 咧，原则上公司就唔会放弃佢嘅，完全系睇佢意愿嘅啫，咁样样嘅。系吓咁啊，唔好话佢意愿啦，睇下你点样用呢位艺人嘅啫。佢边个识谂啊？你睇佢仲讲唔担心系嗰人咩嗱个人嘅。唉，真係有時有啲嘢唔識講啦，搞到依家呢一個 moment。其實我覺得可以咧，你做多啲，成日咪話咩心理報告嘅，揾多啲嗰啲咩心理報告翻嚟 check 住呢個人，究竟當時佢襲擊你，佢係咪有一個乜乜乜乜乜，符唔符合乜乜物物？咁啊就甩得噶啦，通常就。哦，咁呢啲等佢哋處理啦。係啦，咁啊，即係睇得出亞視睇佢都好有。啊，好有希望感啊！應該揾到好多錢啊！佢有計嘅，佢都唔想希望即係呢啲叫做唯一揾錢嘅地方嘅人啦、啊，幫到佢揾到錢、啊。得一個啫嘛，因為所以咪叫唯一咯，阿氏一姐就得呢個阿姐，連你經理人都係你養嘅，你知唔知啊？嚇、經理人湊你就是、你養佢啊嘛。係咯，阿姨真係犀利，養起成村人啊！好咁啊，講下 TVB 嘅港姐選舉咧，其實就搞咗好多年㗎啦。唉，仲要咧，一開始已經有泳衣嘅，第一屆已經有。咁、突然間、收到呢個監警會嘅，即係叫做、指控啦。咁、令到即係 TVB 都好唔開心啊！發聲明就話：喂，唔得咁樣，係針對我哋喎。點解人哋你唔講啫？你唔好講件事啱唔啱先，你針對我。咁佢竟然係用個娛樂新聞台嚟還拖嘅，反擊。娛樂新聞台反擊，因為咧佢刮翻啲資料咧，話你70年代啊。擔任油麻地民政主任喎，70年代而家八九十一，哇，五啊幾年前，70年代已經係五啊幾年前，即可能50年前。咁佢話擔任油麻地民政主任，高調支持無上莊出無上莊演出入侵地區酒吧。佢當年受訪時仲話對無上莊酒吧嘅事絕不感到半點憂慮。佢話。对游客和外国人增添新玩意，所以没有人妨碍。相反，他今时今日的言论却变得思想保守。啊，年纪啊，真的不记得自己讲过什么。不是的。兜兜，我一兜啦。帮他兜，帮他兜，帮他兜，兜不兜到？只能够眼界不同了，喜欢的东西不同了。那冇啊！你佢要自己回應啦、啊。我當時哦，呢、這個又唔同嗰個喎、啊，因為你剝曬衫無上裝，人哋啲遊客或者人哋係成年人俾錢先入到去睇喎、啊。但係你 TVB 節目咧就係、是、合家歡啊，係咪咁講啊？係咪咁講？誒、欸，我咪就係咁諗啦。嗱，咁你唔啱啦。咁你淨係講 TVB， 你係針對啊嘛，係咪先？唔係咁啦，又去到個位又要兜啊。咁你開名嗰啲咧，哇，喺唔兜咯，好難兜咯，開到名嗰啲就。我而家问你，你究竟你觉得曾志伟系一个咩人啊？点解搞笑咯？点解你要提佢个名字，而唔提钱嘉乐咧？亦唔提陈百祥咧？要讲曾志伟？喂，其实好多主持噶喎、啊。系咯，系嘛？系啊。够喂，咁你亦都女主持啊？切 ，Dodo 姐咧咁。旧时你讲旧，如果你讲旧时，点解一定系咩啫？系啊，旧时啊，边个啊？史密夫嗰啲都喺度坐喺度睇噶。咁你系老板嘛？点解系啊？即系。好奇怪啦，搞咗五十年歷史嘅香港小姐，都搞咗五十年啦。你五十年前就講緊話，五十年前嗰陣時候，哇！你無上妝都話得嘅咁嗰啲，咁啊覺得佢個人就係、是、即係有啲咩啦咁，唔知佢點樣回應 TVB 啦，因為 TVB 掘翻佢以前啲嘢啦。咁仲得意嘅咧就係啦，陳發容啊，陳發容其實幾靚女噶嘛，嗱細細個已經覺得佢嚇，雖然男仔頭嘅短頭髮嚟講，佢係最靚嘅啦，差唔多同阿 Gigi 梁咏琪都係短頭髮。好靚嘅女仔，咁啊陳發容，佢話咧就俾阿陳發容改咗名，政治正確。啊，佢呢個位係咪有啲自己加料？啊，加辣咧！啲網民話你問咗 TVB 未啊？嗯，陳發容小姐啊，將香港小姐改做中國香港小姐啊，叻！
哇叻啊，醒目系啦，咁啊。又是港姐啊，又不过今次就不关啲泳衣嗰啲事啦，都50年噶啦嘛，讲香港小姐改名我陈发容同你啊，咁个 hashtag 咧，佢话依个第三次即系 hashtag 咗其他人啊，即系 tag 咗阿郭海明啊嗰啲人啊，系嘛，即系阿刘青云个老婆，佢话佢自己啊第三次被邀请做中国香港小姐最上镜小姐评判啊，咁样样，咁啊问啲人有冇心水啦，佢话哇你自己无端端加两只字嘅咁样样，系啦，俾人感觉上面系咪多咗咧？会唔会有人觉得多咗咧？今次啊，佢话你帮阿帮。他改名你問了 TVB 未？喂 TVB 我想他不會沒問題的，我覺得就是這件事沒所謂啊，不知道啊，我不敢，我哪敢啊，不要說到這麼嚴重先啊，你叫掌門人就可以，你叫掌門人曾志偉又可以，你叫曾志偉掌門人又可以，那你叫曾志偉就可以嘛，對的，那中國香港小姐有什麼問題啊，冇問題啊，冇嘅。咁人哋嗰排就行開 AAAA 咁樣，你突然間啊 B A A 咁咪得咯？你做乜批鬥佢啫？冇批鬥啊 ，friend 嚟噶嘛？啲人好笑喎。點笑啊？覺得佢咁醒嘅你今次喺呢個位即刻變得咁快嘅？唔夠醒啊？係咩？應該點啊？有啲網民話咧，你咁講 ，#太陽係地球亞洲中國香港小姐。呢啲就准啦，唉，系啦，咁长啊，听唔记得咗，有排噏几个字喎，要系啊，咁佢话其实北京人会唔会讲自己系中国北京人嘅咧，咁样样，咁咪唔同嘅，但系啲人就话记得，我记得你叫龙九，呢个名叫 Kowloon 啊嘛，系啊，龙九啊，唉，几好笑嘅，冇嘅，冇乜所谓啦，呢啲嘢，咁人哋 OK 咪得咯，但系有啲嘢人哋唔 OK， 你又唔好咩喎。系嘛？咁佢啊，好得意噶！陈发容同我同啲网友有个感觉，就陈发容本身系有啲黐脷根噶，成日觉得佢系啊，嗰时候讲嘢有少少真系黐脷根。黐脷根咁，而家有人就批，即系叫做抽佢水咧，即系话你唔知黐脷根，你用黐孖筋咁话佢，又冇咁讲人。系咯，都话掌门人曾志伟同曾志伟都得咯，共通噶嘛，你唔好。成日话人错先得噶，中国摆头有乜错？够胆出嚟讲，系啦，系咪先？冇啊，唔会。诶，你当系玩排狗啊，唔好玩龙狗咯。诶，排狗冇摆错，系咪？只有摆诶，即系摆得近嘅啫。啲两只大碟出嚟，系咪要阴啊？唔系，都得噶嘛，冇错啦。咁冚棉胎啫，系咯，冇事冇事。好，咁讲啊，另外一单就话阿毛就好凄凉啊，而家系，唉，呢两个月。受極大的痛楚，啲舞蹈員都係咁講，我哋都明白。佢話有人聲稱提供協助，卻愛理不理喎，啊陰公又講到啊蘇晴啊皮包骨咁樣樣陰公，真係慘，即係睇到呢啲咧，同埋阿峰走去同佢老豆講對唔住，話我冇能力保護到阿毛，哇呢啲真係。唉，我聽到都心酸。你都唉講呢啲做咩啊？即係雖然叫即係相識一場。但系呢个唔系你个能力范围嘅，唔好归屌你，冇归咎自己先得噶，嬲噶真系，冇搞到好似关你事咁嘅意外，你都唔想，你都系受害者嚟噶嘛，系嘛？佢走去同人老豆讲，即系，唉，即系，总之觉得好似有愧于佢个仔咁样。咁又冇话你点样面对人爸爸啫？你话呢啲啊？系咯，系咪啊？冇啊！呢啲冇得再分，叫做。誰欠誰？冇啊冇啊冇冇呢樣嘢，因為始終意外嘅嘢冇人想，只能夠咁講，係嘛？咁啊，講到話蘇晴皮包骨咁啦，受到係啊，有個舞蹈員叫 Terry 透露，阿毛個女朋友受到皮包骨咁。你講真，你呢啲咁嘅日子，你邊有一餐係食得會飽啊？係咯，都要想食嘢啊！即係個男朋友瞓喺度望住個天55日天花板咁樣，係咪？咁啊睇到呢啲事係好慘嘅。佢話有個舞蹈員話同阿毛合作咗超過2年嘅，意外奪走咗佢哋嘅快樂。佢話如果啊，佢當初阿毛行快兩步行慢兩步咧，佢如果阿毛冇接呢個 job， 如果阿毛當初唔跳舞，太多如果啦。但呢個世界係冇如果嘅。當然啦。係啊，咁啊明啦。咁呢個舞蹈員表示個意外發生2個月嚟，阿毛一直意識清醒嘅情況底下，
肯定是承受极大的痛楚。他表示有人声称要提供协助，讲咯，我会同你提供协助，但系似乎咧喺佢哋眼中咧就系爱理不理嘅。有人事不关己，作出无私嘅奉献，呢个世界就系咁讽刺。唔关你事嗰班，个个都话想用金钱啊各样嚟帮你，关事嗰班，我话帮你，但系就爱理不理。咁最后咧，呢位舞蹈员表示，佢话系只感恩阿毛身边仲有家人同女朋友嘅陪伴，想同你哋讲声，你哋真系好伟大，辛苦你哋啦。我哋咁多位 dancer 会一直同你哋同行嘅咁样咯。唉，呢啲新闻真系好惨啊！听到真系系咯，系啊，55日啊，你望住个天花板乘24个钟头就系1320小时就望住个天花板，你话几凄凉咧？个上面嗰条数啊，即系呢条数头先就系嗰个望住天花板嘅时间，一粒钟你都死啦，1320个钟，呢个系坐肉身监，你自己谂下啫嘛，你唔舒服，瞓喺张床度成日。你冇乜精神起身嗰时候，你都觉得好辛苦咯，何况人哋。咁啊，苏晴回应佢计完条数1320个钟，佢话乜原来只系过咗55日啫，即系代表即系嗰种生不如死啊，嗰种咧时间嗰种越痛苦就越长啊嘛。咁啊睇到佢哋好凄凉咯，而家咁但系好多舞者。即係都會講翻當時嘅情況啦，即係可能經過一段時間，佢話見到阿毛上擔架嘅時候，大聲同佢講：我喺度，阿毛，我係立賢啊，我陪緊你啊，好快到噶啦，唔使擔心。即係聽到呢啲，唉，真係好辛苦。咁而家有冇一個交代俾一啲傷者啊？暫時都未有交代啦，係咪啊？咁啊，就最新嘅消息就同大家報咗啦。咁啊，今日嘅新聞嚟到呢度先啦。好，祝佢真係早日康復。系咁先，拜拜。